就是一个会哈。啊，所以伫咱这个楼层特别低的哦。哎，这个这边是在美镇矿的人转的哈。还有，哎，这个两浦小镇包括水果之王葡萄。那我们呢？哎，说到葡萄哈。我们葡萄采收季节最好吃在5、6月过了过，有这个过了过，多疫情多不划算，刚好我们开了这葡萄多奖哈，葡萄妈妈染疫了，其实跟果农没有关系哈、哦，这个果农都没关系啊，还这果农哈，今天被考过老师哈，啊，那问起来几度哈，是不困难哈，就是葡萄了哈。那我们右手边种的葡萄啊，这是我们酿红酒的用欧米的葡萄哈啊，所以在地的葡萄有分品种哈啊，所以喜欢喝红酒，这边的红酒比较果香的味道，啊，你若外国边啉起来太爽。